兄弟们啊，这一把我必须眼睛打，兄弟必须穿三，兄弟们，这把对面都是国服，看到没，兄弟们，这把我直接穿三，兄弟们，看着就完了，兄弟们。说这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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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李，你是个啥？你是个啥？你是个啥？你就给我死！我直接压通灵，哎，这是穿三，简简单，兄弟们，哎，谁的狗了个子的？没招了吧，兄弟们？他直接没道了，我跟你们说，兄弟们啊，拉了个 QQ 群呢，92647314啊，没加的可以加一下，我这、啊、死，我直接开大，兄弟们啊，拉了个三个国服牛逼，那必须兄弟，我直接穿三的三国服，兄弟们啊，这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这没办法，兄弟们，干就完了，兄弟们啊，我直接小穿三，人机都打了这么激烈，什么玩意儿人机，这是真人啊。再说人机的直接把你踢出直播间啊，你暴露的行业内幕，不是说错了啊，你直接侮辱了拉圈哥的，我什么人机，这是系统匹配的，我打的是排位，排位众所周知排位里面是不会出人机的，好吧，所以说你说错了啊，我念在你是初犯啊，今天我就饶过你，以后再敢在我直播间如此，哎，我去下差点失误，兄弟们，我直接一套连招，兄弟们，通灵一压直接带走，哎，兄弟们，这就是实力啊！感谢七七加入的粉丝团，这是什么游戏？这就是实力游戏，兄弟们啊！这都是我的实力，兄弟。现在人机都有名字了，对呀，兄弟们，人机怎么可能有名字呢？这一看就是真人，兄弟们，他被我的技术给连了，兄弟们。不信的话，我给你们摸个头，兄弟们，看，我可以一边打一边摸头，兄弟们，这就是我的实力，兄弟们，这就是我的实力，一边打一边摸头，兄弟们，我能把对面的头摸秃，兄弟们啊！这就是辣条哥的实力，兄弟们，看到没有？我就一边打一边摸头，强行摸头，兄弟们，这就是我的实力，兄弟们啊，这就是我两不误，看到吗，兄弟们，我技能该放的放，我该整的整，我摸头我不能停啊，兄弟们，摸头不能停，再次看估计哈如此努的穿三太凉了，我去，哎呀，兄弟们，没毛病。